在上午我们介绍了见思活，这个小乘法门的最基本的。现在我们需要了解见思活是佛法修正最根本的道理。这十个五思合是根本烦恼、基本无明所在之处，见合也就是无明的现状。如果我们拿现在所说观念的分类，完全属于心理的、精神的。这是五个见识。五个见合同思合连在一起，就是见改上的根本困扰啊。东有生命以来根本的困扰，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十个结识。所谓结识啊，我们古代两种翻译的，就是个结打在那里的结，很难解脱，所以修行学佛就是解脱这个结。又怎么叫死呢？就是说我们生命在轮回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转到每个部分去，所谓六道轮回。它的根本的动力就是在十个东西、十个作用，在使我们下轮回的路上在旋转，所以合起来就叫做结识。我们修持解脱是解脱这个东西，在佛学里配合三在天人，其实不是配合，不只配合三在天人，就是上至这个欲在、色在、无色在的这个层次，下至是八层地狱这个层次。那么总合起来就是98个结识，一层一层的配合。所谓普通讲88结识，因为这十个是根本，以这个来计算的。道理在哪里？我们做一个比方啊，等于一个人生下来这个脾气，我们现在讲这个人的脾气，这个人的个性，他从娘胎出来，由婴儿变成幼童，由童子变成成人，变大人，他的脾气个性天生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教育上啊，特别注重
孩子的正向问题。这个和孩子的有这个天才，有这个过程。他有画画的天才，结果呢，你硬向他学物理，或者学电子工程，这就要了命了。啊，不行的。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有文学的天才，你硬要他说运动、说科学，违反他的圣相，他的本身是。这个现在教育非常注重这个所谓圣相教育，这完全是准确的。我常常说，世界上一般人做家长啊，一个教育文化教育，基本的家庭教育，自己做父母的对于孩子基本的教育没有弄好，要求学校是不可能的。学校教的是知识，基本的教育在父母。有一个婴儿到幼童啊，到十几岁的一个孩子，父母两个人的一举一动的生活就是教育。啊，假设父母两个人天天吵架，这个孩子受的教育已经非常高明了，甚至孩子对父母是反感，下意识里头已经种下了种子。所以我说，今天我们的国家最严重，我说单身忧心忡忡是下一代。一家生一个孩子，然后两家派来宠爱他，等一个幼儿生下来，两方面五六个人在爱他，宠爱的比皇帝还比太子还厉害。下一代不晓得怎么办，我所忧心的是这个。而我们做家长的人呢，做父母的，老实讲，自己的教育还成了问题，如何把这个模式交给下面。同时做父母的还有个错误呢，自己一辈子没有做到的希望都寄托在后代身上，因为自己读书笨，希望儿子读书啊，要读书啊，实际上你都不会读呢，读个屁。就是要年龄的观察头，因为自己做不到，要他来做，下意识他不是有意的啊。自己想发财做不到，叫孩子赶快啊，拼命发财啊，做不到的。圣相问题，我们现在不谈教育，谈太多了。就是说，我们根根上带来这个小孩的圣相、个性、脾气，这是基本喽。如果这个孩子将来到了中年，长大了，成人了，会将他发了财，做个大老板的，非常伟大的公司的董事长，或者他到了政府机关做了伟大的首长，身份不同，形象不同，你说他那个个性脾气一样不一样？一样，不过稍稍两样一点，那个两样一点是外向的改变。脾气大的一样大，脾气好的一样好，甚至于说他到了六十多岁退休了，回来做老太爷了，那个脾气还个性还是一样。教育对他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我一辈子各种教育
都做过学生，军事教育、普通的教育，甚至到手里到大学研究所教育，我手里在我手里毕业的硕士、博士也一大堆。我始终的感叹，我的结论：教育对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改变不了他，只是增加他的知识、他的个性。所谓改变不了他原始这个什么本质，就是什么本质。这个佛学呢，在楞严中来讲，根性就是根性，根来本性，几乎是改变不了。所谓教育独到，由小学到硕士、博士了，甚至在外面很多经验了，他那个本质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教育等于在这个本质上加了油漆层，你把它油成什么颜色，就是它本质还是这个。现在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了解了自己从生命带来的这个过程现象。对了，进一步就了解佛学了。那么一个人的生下来的过程现象，他又怎么来的？以我们佛学来讲呢，三世因果来，一个精虫，一个卵脏，配上我们那个中阴身，那普通话灵魂，三个东西结合来变成一个人投胎了。这个所以每个孩子带来的过程，十分之三是父母过程的遗传，母亲等父亲，甚至他的相貌也是两边遗传作用。这个遗传是因缘里头的啊，真相缘是加工的，不是根本。根本这个过程是前生的业力带来的，所以你们学了唯识晓得喽，佛学里的种子生现性，现性前生带来的种性，变成这一生的所有的现象行为。所以我们生出来，你看同一个母亲生七八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相貌相同，中间又有不同，不同里头相同，而每一个孩子的过程是绝对不同，不是完全遗传的。他的种子生现行，生出来现在这一生的行为，这一生的行为就好就坏，这个习惯又是新的肥料加进去了，现行呢累积起来就来生的种子。所以现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啊。所以以佛法来讲，一般人经常问我们老师啊，你告诉我，老师慈悲点，不要跟人家听到嘛，没关系，你告诉我前生什么变的。我说我也不知道，谁什么变。佛法有四句话啊，欲知前生事，你想知道自己前生个什么人，今生受在世，你这一辈子的啊，生出来父母啊、家庭、社会、时代，乃至所遭遇的、所经过的，就是你前生的业力果报的一个反应，种子生现行。欲知前生是今生受在世，欲知来生是你往自己这一辈子修行来生会怎么样，今生住在世，
看你这一生所作所为行为做到什么程度了。这就说明了念力皆是的关系。所以三在天上的我们修持佛法的修持，就是了这个念力的皆是，不是了，你把它转化过来已经是非常大的功德啊。这个东西都没有动摇，打坐做得好就是佛了。所以昨天讲到禅宗方面，难有让禅师接应妈祖的话，你在这干什么？打坐啊。老和尚你干什么？他说我磨砖啦，我做正，没有正字啊，把砖头磨好了做个正字，叫妈祖不是讲他磨砖岂能做正吗？啊，那个砖头能够做正字啊？不行的啊。他说那你干什么？打坐啊。打坐干什么？要成佛啊。那么磨砖岂能做正？打坐也能成佛啊。打坐修定法，生生修养的一个正在。即使你定得很好，就在定中转化前生真生，甚至来生的习气转变，这个就是佛法的众生搞清楚。所以初禅是立身喜乐。什么叫禅呢？这个禅定的禅，禅在那中国的字年盖讲起，就是静态到极点的静，静，动静，这个静，也可以讲三点水净土，这个静，等于把我们一杯水一个东西摆在那里啊，把它冷出晾干洗干净，这个作用啊，所以叫做静。静字下面叫禅，古代翻译讲的，在这个静改里头，你检查自己心里吸气的状态，慢慢慢慢转化，这个是佛法。不然呢，初禅立身喜乐，二禅定身喜乐，不是你修佛的人才有哦。再三给大家，这不是我说的啊、哦，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这是定是共法，甚至于其他的外道什么东西都会呀、啊。这个关键要弄清楚啊。这个关键弄不清楚，以为这个就是佛法，太差远了。要了解这个道理啊！啊，至于88戒、98个戒与三个天人的这个关系，我没有时间给大家多讲了。我们这里闽南会说。佛学院的这几位老师都是会的，不需要我多讲啊，而且我也没有时间，我讲的比他们不会高明一样的，大家去留意，自己去念咒，我来不及了。所以把禅定的道理这样交代清楚了，不过我不知道我交代清楚没有啊，这个关键应该是了解了啊。所以像我也告诉你，定正四禅八定非修不可，这佛法等一切外道的共法。反过来讲，外道都会，你佛法更应该会。
第二点要了解，没有禅定，你想转化习气是非常困难，不可能。因为身心的宁定下来，等于说把无始以来这个习气是慢慢把它软化，慢慢的修，这叫做修行。你比如说我的老朋友，这一次因为我到了这儿，我的国内的老朋友50年不见的都特别赶来看我了啊，大家要碰面啊，80几的那么多是吧？哎，对不住老朋友们，不要见怪。看我看来，他们都是我当年10、20岁给他们的朋友，那个毛病啊，一点都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还加4个字：变本加厉。啊，他生来世，不晓得如何得了哦。这是真话。啊，老朋友们来看我，嗨，不能说假话，一定送他一个真话。好话是难听的，假话是好听的，这是世界上的大原则。这就讲到习气的问题，修行就在这里，这个是要交代好。我们继续下去讲三禅。在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里讲，三离习净律，浓缩了这边4个字：离习净律。不过这要帮助那晚上离习净律。实际上我们一般的呢讲啊，初禅离生喜乐，二禅定生喜乐，三禅是离习得乐。还是古代翻得更清楚一点，玄奘法师翻得很仔细，没有他。怎么叫离习得乐？我们已经交代过啊，喜悦是心理上的正感，乐生理上的正感。所谓乐感是去出受上面的正感，出受乐感啊，出与受。喜是生理上的正感。他所以进一步到第三禅的时候呢，心理上平静了，离啊，只有生理上的快感啊，出受的正感非常快感，心理上平静了。如果一个不管他学佛不学佛，到了三禅这个正感啊，这个身体的障碍啊，没有现在我们这个障碍了，这里腰酸，那里背痛，这里头风啊，那里牙齿难过啊，两个腿发麻又发胀，没有了，变成什么呢？全身都在快感中，那个快感舒服无比哦，是真的，不骗你哦，那不是别的，不是菩萨给你，你本身那所谓密宗道家什么圣明双修气脉通了，那小儿科的话，小儿科啊，那已经不算数了，舒服得很啊。这是说佛法从外道同样到达这个境界，换句话我们人体的生命的功能自然，你真的修养到这一步就会这样。所以佛在这个大乘戒律上，在这里有一条严重的戒，注意哦，戒律，菩萨单就禅定犯戒，犯菩萨戒。你定力那么高啊，怀教的身盘腿很好啊，像我们的念成菩萨注意想清净啊，现在我也不教书了，什么都不管，我要修行了。菩萨单住禅定，
贪恋清净，自私到极点，不能利时利人，对社会没有贡献，对众生不做贡献，犯大菩萨戒。你们讲戒律，哼，戒律不要拿来吓唬人了，你可是不要吓唬我，啊，吓唬不住了，啊，我要吓唬吓唬你了，啊，菩萨不能单做禅院，哎，是这个地方严重的。如来的板子就下了，就打你了。菩萨贪度禅乐不可以，这个叫做外道了，心外求法。当然，你们就会听正怪听，啊，你来，你现在不要干事，来单做禅院，啊，跟我坐在那里十天八天不下来，我们还少一点米呀。消耗也不需要请你吃东西，绝对不还债，我还赞成呢。这个不是禅定啊，贪着禅定之路是菩萨内处妙路啊，内处妙路已经写过的，那舍不得的啊，那个别鸦片的瘾啊，啊比喝酒上瘾的还严重啊！所以三禅的正改是离习得乐这样啊，到了四禅，第四禅，第四个阶段很高了，舍念清净，这个快感的、鲁感的也空了。就真的得清净了，可你说这样是佛法吗？哎，注意哦，佛法外道是共法，佛法在般若，就是上面讲在智慧的成就，转变习气与皆是，这叫四不四禅，四禅天到达这个正概，譬如。只要翻过来，你们要想喽，就叫做念咒。我们这一次所谓念咒，就是念咒了，啊，念咒要仔细反复三思念咒啦。我们上面讲过，无想定的人收到了无想定，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的情况正概是不是一样呢？一样。还是一样，不管你无想定啊什么的，收到了色彩就很高了。你们翻翻查这个天人正改三在啊，到四禅的正改是色界天的天顶，佛法的宇宙观是非常科学的。色界天，你以为还是我们禅堂一样啊？下一层是地狱，再下一层是玉帝啊，再下一层上一层是什么？不是啊，佛法的宇宙观严重讲究是久远的，久远的，这个大家要想清楚啊，不然你那个佛法讲的，我就看到有一位非常大大大的法师。三四十年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聚众佛法的宇宙观，他说啊，一般都是那么讲，他也没有错，老实讲啊，佛法的宇宙观以苏米山为中心，苏米山都现在地球了，五顶喜马拉雅山，小城好像是这样说，没有错。啊，南瞻部洲，喜马拉雅山乱南面到印度，东胜神州中国，西距尼州是欧洲，
啊，这个拜什么？啊，拜着了就没错，你记性很好，啊，读书不错啊，拜着了就是熟练。啊，然后太阳、日月叫佛说，这个什么呢？太阳、日月是绕这个宿命山的一半在旋转。哎，就是一九四九五零五二一九五三五四，你们现在的习惯，我们还记得是中这个推翻满清以后，所谓复述完民国多少年四十几年，这本书一出来。和那个时候大陆和台湾啊，所谓共产党、国民党对立的尖锐的不得了，这个法师这帮，好呀，台湾政府骨头的抓了，这和尚关起来。说来是悲剧鲁州，叫胡经常说悲剧鲁州的人啊，就不得了，天人正盖，啊，这个和尚思想有问题。后来有位老先生，原来蒋老头子、蒋总统啊，蒋老头子的军需区长地位很高，认识我的李子宽副教官，原来大陆上中国佛教会的太虚法师会长，他是秘书长。那个老头子，湖北人，他我住在台湾另外一个地方基隆，他就有一天跑来找我，哎，我说你怎么来？哎呀，我找你盖个章，盖个章。我说干什么？保一个人。我说保谁啊？保某某法师。我说为什么？关起来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领头保，你也盖一个章，你盖了章才有用处。啊，我说为什么关起来？都这样帮说。哎呀，好嘛好嘛，我说你讲盖个讲讲啊。台湾好几个现在大和尚，好几个当年小和尚，常常出这个事情啊，他们跑来哦，盖章盖章签字就签了，就保人了。现在有些佛地位很高很大了，不，这个是历史，重点不在这里，不相干。就是你们现在观念认为佛的世界观。你要看看这个观念是小乘说法，是印度婆罗门教传统的说法有问题的问题。你读了《华严经》以后，你可以了解了。佛说的这个世界众生须弥山，这是个假设的。啊，太阳、月亮绕须弥山，围到须弥山一半在转。也是真的。拿华严真正改来讲，这个说明上等于，但是我的话也不确定的，就要配上科学研究了。佛说的绝对对，是任何系统的众生之说明上，啊，自愿围绕任何系统，因为佛法的宇宙观，你看，2000多年前，为什么现在科学还是才只能够说第一步，说证明到佛说的差不多。所以，真的研究科学的人啊，大科学家对于佛法一解脱更相信。你看，佛在2000年前讲的啊，佛怪一碗水，佛法。给你们必抽的概率，任何一个水拿来要一块纱布放来把它沥过再喝，他说不沥过，佛观一万水是84000重，有系统有生命，所以要把清理了，把这块纱布再放到水里去抖啊抖啊，把这个生命放回去自己再喝，这个概率。那么假设100年以前的人，以前听佛的话只好信，实际上不信啊，水里头有那么84000种，没有看见过。
现在医学科学的证明，水里的微生物细菌多得很，是真的。还有譬如你们附近看得少了，大藏经摆在那里，你们这里大藏经那些同学看，你知道吗？啊，哎，不好意思，那个同学叫麦旺的在看，莫旺，按麦的那个麦，希望那个旺，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啊。莫旺还有个名字叫杜鱼，你认识吗？是一条鱼，杜鱼，这个认识吗？杜鱼你也不认识，还有个名字，他的小名叫书虫，你认识了吧？小名讲了你就认识了。哎，这就是中国文化，书虫，哎，也叫麦旺，也叫年，一个虫子旁边一个西子下面一个饺子，书宁，宁玉的宁。所以那个清朝有个人啊，讲到这里又乱，我这个人啊头脑乱七八糟的，讲普法乱七八糟，扯了一大堆王大娘的古作，又长又臭。哎，先休息一下再来。刚才讲到你们大藏经放到，后来就提出来了，为什么你们佛经都不好好看？讲到这个宇宙观，你看佛的科学，佛在2000多年前有一个徒弟提问题问释迦牟尼佛：人的眼睛夜里看不到东西，狗的眼睛怎么夜里看得到东西呢？哎呀，成佛好难呢，什么个狗屁啊，大便秘籍的问题都要问他。你看在律上乱七八糟，男女卫生一点点问题都问他，哎，他弄着一点一点都很科学解答。佛在2000多年他怎么知道？他说狗的眼睛啊，外面一圈是红的，有红外线，所以夜里看得见，我们人没有。不过他没有讲红外线，就是这个原理。你说怎么说啊？所以他告诉我们，那么我说可惜了，你们不好好用功读大藏经，大藏摆在那里给那个朋友杜宇去读，因此嘛，就我想起来我平常也最喜欢的这一首诗，这是个女的，就名字我想不起来，清朝初年一个女的，她的父亲嘛是个将军，大家跟我们去了这样的个将军啊，然后啊姓福的出来一个很大的钱呢，盖了个庙子啊，没有多少年啊啊过世了父亲，这个小姐啊再到这个庙子看呢、啊、写了这一首诗感想。落笔蓬漫一阵声啊，这是一幅画面啊，这个落笔一条山里头啊，四面藤萝都是藤啊，两面都是藤，蓬漫啊乱七八的门啊，很好。题名正记是旧图经，只有今天现在来要跟你们上国文课了，嘿嘿，考你这前面这两五六个七八个调皮的年轻同学们啊，怎么解释啊？你们初中是小法师啊，我现在老居士皈依小法师，这句话怎么解释？题名正记旧图经，因为他爸爸修了这个庙子，这个庙子上这个老和尚特别给他一个碑文上刻起来有他的名字，某某大居士出了多少功德经，题名
政治就铺政是什么意思呢？啊，铺政，哎，你讲话，我听到一位同学答，铺政，铺政上哪个给府盖庙子地下铺面谎政卖地皮的，谁呀？啊，这孤独张嘴嘛，哎，是这样吗？这孤独张嘴。要给府盖一个庙子，看中了一块地，一问啊，太子的，太子用不着卖地嘛，他就看中这个地，要给府盖庙子，没有办法找人给太子商量，太子说谁要买这块地啊？他说结孤独张宅，晓得他是归内。大财富，大资本家，他要买我这地，好啊，叫他这块地谎称把地面完全盖住了，就卖给他。结果都在那好，就拿谎称，睁眼子来铺地吧，盖了一半。这个太子啊，人家给太子报告，哎。某某老板他真的叫你的话谎称在铺地下要买这块地、啊、他说他疯了，他说我也不缺钱用怎么卖地呢，因为他要卖我故意逗他，他真的铺，他真的哎，请他来，他说你干什么，你发神经啊，我讲他不是啊，我诚恳的，因为你讲了嘛，你是未来的国王皇帝圣旨，我就照办。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办，他说有位师父啊，我的师父啊，释迦牟尼佛啊，我要请他出来弘扬佛法，我要盖一个讲堂给他。哦，他是什么人啊？啊，他是也是太子出家的。哦，江天树干的，真的这样吗？我跟他看看，一见佛了以后回来告诉他，算了，你谎称铺一半，这一半归我的，我们两个合作盖了这个讲堂。所以真刚这样说，佛在哪里啊？虽为国，皆孤独远，就是这个地方。啊，他现在引用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小姐哦，女的哦，做的是之美。把书文那么好还在一个句子里头，你如果书读的不多，历史不了解，佛经不了解，你就看不懂了。地名政治就普经，他爸爸名字还在，爸爸独自给他修的。可是现在呢，太深，该解是五香佛，变成个冷庙了。啊，路上。一楼梯上去都是青苔了，可见没有人来过，香火也没有了。景色深处有度人啊，我爸爸给他们供养的一部大藏经放在啊这个和尚书魁里头，现在什么人在读呢？那个肚鱼都给书虫在吃。说精舍身躯有度人，这是描写这个他找父亲修的这个庙子上看，老和尚也走了啊，他然后他就想念他的父亲了，赤手土证前者是空手在海里头抓龙来杀的，抓鲸鱼来杀，就是他父亲是当时清朝南征的大将军，啊，描写一个气派。但是他讲他父亲啊，退休了以后，白头归佛是一生行啊，就像我们徐老一样，光要出家，白头归佛，啊，想去出家修行去了。此手土证，确实是英雄思念的过去的事，啊，晚年就想自己修行学佛是真的是。白头归佛一生行，然后感叹父亲也过世了，真难不处真何在、啊、父亲带领这一批英雄大将啊，打南方的统一中国了，这都没有了，
现在只留下父亲手出去盖的这个庙子，庙子留了什么呢？圣有枯残，只有那个知了在树上叽在叫，这就是人生历史，这个境界多美呀！啊，所以这首诗啊，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常常会想起来。此手读尽千载事，白头我现在要写去送给徐老了，白头归府一身轻啊！啊，今晚不愁是今何在啊？正有苦差想故人。我们不讲文学，讲下去不得了。我讲文学啊，那个毛病习气就来了，越讲越有兴趣，越有兴趣越讲，佛法就丢掉了。好，回转来，你看佛说的太阳、月亮这个系统下面，包含啊四大洲，有个八小洲，啊。一个太阳，我们现在晓得我们这个太阳系统九个星球，我们地球是这个太阳系统的最小的小老弟，而且寿命还很短的一个星球。这么一个星球叫做一个世代，佛也讲说过，月亮上的一昼夜，一个白天一个夜里，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地球上的一个月，啊，我们地球的半个月是月亮上面的白天，我们地球的下半个月月亮上面的黑夜。哎，塔隆家在2000多年前这样，好像随便乱说一样，谁相信啊？现在太空船到了月球上面去，证明是这样一回事。你说他怎么知道啊？所以佛在居舍论啊上面，我们这里有居舍论法师的专家在这里，那个时间的比较，他说太阳系统的一昼一夜，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我们地球上就是一年。但是你说太阳很伟大吗？不伟大。别个太阳里头的别个世界的太阳一昼夜等于我们这个太阳的一年，所以讲时间相对。这个时间相对论，科学家爱因斯坦就发现时间相对论，才到离开佛几千年以后才发现他的几千年。他说，所以这一个我们这个太阳系统这一个是在算什么？在虚空中像这样太阳系统的多得很，3000个啊，不止3000个，多，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所以叫做3000大千是在一个太阳系统的我们这样一个是在。1000个太阳系统合起来叫做1000个小千世界，累积到1000个小千世界合起来叫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合起来叫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里头有一个佛，现在我们大千世界里头是释迦牟尼佛。于是在佛经上说，像这样的太空里头，这个宇宙里头，3000个大千世界，无量无数，不可知，不可说，不可思议。哼，你说他的扭曲的多大？可是真的吗？科学越发达，越证明他老人家的话真的。今天越来越证明他都是讲得对的，啊，所以现在的外太空的科学已经发现，银河系统那一带，那个像我们这个太阳的星球，哎呀，一点一点不晓得还有多少啊。
所以佛说的法越到科学越强能的时代，一步一步，譬如我们第一天所讲的佛说的怀胎症，一个人怎么堕胎，怎么出生的，怎么变化的，当然跟现在的我们这类大医生都在研究啊，跟现在讲的不同，但是大体上这个生命变化一样啊。嘿，好像释迦牟尼佛自己就做过接生婆啊，自己做过妇科医生一样的，好像还摘跑过那么清楚。你说他的智慧哪里来的？他也不是假造的，处处是科学，这个生命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方面的道理，还是回转来讲我们受持禅定。这个是禅配合这个是天，所以我吩咐你，不是说你打坐坐好了就会升天了。打坐这个外行，这个修养，所以在定慧，你想增长到这个守在呀，不得定在律守不住啊，啊，不得定会生不起来呀、啊。所以这三个东西，像饭锅的三角也一定为众生啊。一得定了，还有个屁的在，当然不会去杀生，当然不会去偷盗。三道阎王什么都没有了，不需要债就债了嘛，债就在其中嘛。不得定的话，随时犯债，随时要求债，债完了犯了以后，哎呦，阿弥陀佛，忏悔，忏悔，忏了不会，下一次再来，哎呀，阿弥陀佛，忏悔，永远忏悔。啊，等于我想啊，我说你们信佛的、信基督教、天主教的，哎呦，我说你们这些人千万不要信啊！信教的人啊，都心肠啊很贪很狠啊！你看那个犯了罪的人啊，嘿，到教堂一跪，上帝阿门忏悔就出来了。等一下又去干，你看信佛的人喝，然后去啊，到庙子上去拜拜去。啊，10块钱买那些香蕉啊，啊，竹竿呐，啊，甘蔗啊，买了一把香啊，摆在佛前面大拜一发，保佑我健康长寿，保佑我儿子长大，保佑我丈夫好啊，保佑来生还保佑生西方，保佑来一大堆，哎，又发财又升官，然后拜完了，水果带回去给孙子吃，你看那个多贪心啊！就花10块钱要求这个保佑那个保佑，什么保佑都保佑完了。哎哎，这不能够说一般居士哦，你们也一样哦。啊，讲一下，南无唱两句，好像啊功德圆满了啊，然后要求这样，要求吃包子啊，要求吃得好啊，要求这。你还多贪呐、啊，贪嗔痴慢怎么去啊？对不起啊，我乱吹的，不晓得吹的对了没哈、啊？哈，们大家做个参考啊。这个，所以要了解是禅定，就是给你修道了。是能够配合你那个福报，修定是修福，真的福报。所以我常常劝人，许多老年的朋友，哎呀，赶快学打坐啊，啊，为了自己健康，免得少进医院了。自己妈妈给你的两个工具，两条腿，自己妈妈给你一个两个鼻孔，一毛钱也不花。鼻孔自己的，腿也自己的，
这两个手一排坐在那里，越多做越健康，一毛钱挂号费也不花，还偏不干。硬要花钱找医生呢，打屁股上鞠他一针，鞠得屁股也发肿。然后我住医院，我在看医生啊，哎，你打坐嘛？哦，等医院出来，我医生看好了还在打坐。世界上的人啊，众生颠倒，没有办法。所以定是有这样的重要。所以是才是配合天人正改，定是福报。你看你们这七天坐在这里，饭来张口，茶来撑手，下面的人那么多在忙，然后你们坐在这里，两腿包起，还有毯子保护，然后坐在这里，等到这次包子应称叮一下，自己心里头拿毛包子来了，多好啊，多享受啊！你们还没有得定呢，所以修禅堂得定就是福报呢。老和尚在那里，我要收一个，他收好了，他给你们培养的福报。说定是修福啊，不要认为这个就是了不起了，真的佛法在心理上的习气转过来，要是成道是慧。所以在定慧三修，悟道的慧不是在这。可是你说，哎，我们下面有位老朋友啊，小朋友脸上个子大啊，那个和尚看到我在笑啊，他正要去法身修，他大概想，老师你这样一讲，我就不要说打坐了啊，我还是画我的画，那就糟了哈。打坐定还是重要的。还是重要的，在定慧两方面都靠它，它是一个机械的中心啊，建筑的中心，你这个中心不好不行的。好，大概介绍到这里，那么我们还是翻开来看，四才介绍完了，四才不是要八定吗？后面还有四种定啊。那么，你看啊，我们看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三离喜正律，这一页的第四行，四才舍念清净律，就是舍念清净了。解脱呢？解脱我们不解释了，上次解释过，就解开了，这个结子打开了，脱离开了，八个解脱，八种解脱。哪八种解脱？一有舍观居舍解脱。这怎么讲啊？你们的老师们都跟你讲过了。哪一位起来讲？讲经拿出来。讲经摆在这了啊？怎么讲？有舍观居舍解脱，你们都读过的。现在我要不是考你们哦，我要在你们前面听课，你来讲好不好？啊？你嘞？你抢个弥勒佛那个样子啊？正好讲弥勒佛啊，啊？灵光一点嘛，个脑筋不灵清的啊？啊？就说这个外面的诸说法，他是说关外面的说法是由因缘所成的，因缘和合而成的。这讲下去，讲多讲几句啊，因缘所成。说它本来就是，本体就是空的嘛。啊。
你说牛蛇怪猪蛇在脱是这样意思的啦、嗯、啊对哎你这一声我听懂了你们听懂了没你们也听懂了嘿我就当我蛮聪明你们当我一样聪明嘿我有点不舒服哎真的嗨我为什么讲他讲我听懂了再交给他哥哥的不要了我现在没关系我们研究我们彼此同学你忘记了啊你不要就是当年你是老前辈的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呢现在不过换个位置没关系啊好你讲的对交代的没有清楚现在你要练习你将来要做法师的就要说我的办法交代给大家清清楚楚一有色归居色解脱这个物理世界动身体都属于色法你讲对了地水火风空包括空哦都属于色法普通讲地水火风色法都是物质世界物理世界包括我们身体也是生理物理的世界只有谁我们第一个能够真达到解脱的程度啊看这个物质世界这个观察看清楚物质世界包括生理这个是都是空的真看到清楚正道观清楚这个道理啊就在物质世界生现实的环境的世界上就得了解脱了你的意思是这样我知道你是我老前辈我怎么不知道呢当年我就听过你那么讲跟我听啊对不对啊现在呢就这样交代交代清楚了所以你刚才讲的意思我懂了你讲对了对就是对不能够冤枉你不对好吧啊第二个再讲再来我们是念咒嘛念咒就是讨论性质的你让跟别人讲也可以哎你是弥勒佛胖胖的你找一个瘦的济公和尚你就让给什么济公也可以啊但是不要耽误时间啊二内无色想具改穿穿在这里哦不要说内无色不对哦内无色想观外居色解脱怎么讲呢就是观那个内啊内面的就是色身嘛一切外面的诸法诸法色诸法它皆是皆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皆是空的这样呢然后呢解脱那讲得蛮好差不多啊讲实际的功夫的正念你讲佛说讲得蛮好啊这一切皆是因缘并不是不对很好第二内对身体生命以内来讲到达无色就是刚才想等于初禅正盖一切盖都空了修正到空了无色的想了这个观念都没有了和念头那真是修到了这一点再来看外面就看物理世界解脱的更大了啊否则你们那么讲完全对不是不对所以变成一个普通的佛学那给世界上社会上把佛学归到哲学的范围就是这样实际上佛学每一个经典每一句话都是科学都是可以求证到的不是理想的哲学这个意思了解了吧好谢谢拿过来啊我们晚上再发奖章给你啊你讲对了你是四川人啊啊、哦、
四川哪里人啊？哦，你是这里的同学啦？我听你口音讲四川话的啊。这个三进解脱生，究竟具足住解脱，完全讲四境的功夫了，内来清净了。解脱生哦，刚才讲初禅二十，身体这个观念空了，不是理念上空，等修持到达了，正态生坐正，就是科学求证明证到了，坐正具足住，不是讲空话，完全实在的做到了具足住，得解脱了。这三点，也就是修禅定、达摩禅真啊，修止观，天台宗讲十六特胜里头的特别的正感，也是八解脱里头特别正感啊。那么第四，到空无别处再通，空无别处定，它到四禅定。十五边去定，无所有去定，非想非非想去定，这四个定证都属于意识心理的，不是生理的。那么四禅八定是不是说初禅以后到二禅，二禅以后再到三禅四禅，然后第五个就是空无边处定、十五边处定等等次序来？不是的，这八个是逻辑上给你分类，根据生成上。如果你是一个定力很高的，我两腿一盘，一切皆空，不管你有相的空、无相的空，空掉了。空掉了以后，宁等到几点达到初禅正盖，也有的，就像你们修持都有的，你自己看不清楚。哎，有时你两腿一摆向住，也没有想头，可是是想非想也空了，空了以后啊，有五知之间当中有知，有知里头五知。非想又非非想，一下正住三禅的离息的路也有的，不是说一步一步一步那么矮的，这个意思听懂了吧？我交代清楚没有？听懂没有？不是你们听懂没有？很抱歉，我讲对了没有？啊？好像都不想，我就不能讲喽，就说没有对喽，又要重来过，很耽误时间啊。可以通过吗？哼，真奇怪。四禅八定简单的那么交代了啊。第八，这里的弥勒菩萨讲第八个解脱。想受灭生就证具证解脱，所以对阿罗汉果是什么果位？真正的现象，想灭受灭，叫做具灭，不是无想定的想灭，吸气各种想思想完全清净。受灭，身体没有障碍，感受没有障碍，想受灭，具足住，硬是达到这个正盖，才真的解脱，才真的解脱。这讲四禅八定，这个讲的，所以与前世的人
要你们好好念咒啊，不要放在那里，犯了刚才那位清朝那位大小姐的那个是生色生趣有度念啊。啊，我经常感觉到像台湾大藏经啊，哦，到处都是啊，又便宜，大庙小庙有许多居士个人家里都一部两部啊，一个小和尚一个庙子，那个小庙一出家了没有几年，像你们年纪轻轻如果在台湾，哦，自然而然师傅啊各种供养来，就买一个公寓的楼房啊，就庙子上面又有冰箱又有电视又有大整整，哎呀，享受的我们天人境界啊。然后那个大讲堂摆在那里，请那些同学来看书虫，真可惜啊，真可惜啊。所以当年我为什么跑到峨眉山去闭关，经过四川还别处还找不到大讲堂，只有大病师一步再跑去，在师兄在跟我复关啊，买东西跟我吃，他们都是他啊，那么可怜呐、啊，就跑到那个地方啊。庙主长说，不剃了光头，不做和尚，还不能越经啊，不能越大正，那很严重啊。哪里像你们这样的福报？应和安利，他说四禅八定，说古文翻成安利，就是怎么样确定这个范围，为讲只有为此等命等应的，上面所讲的四禅八定八解脱这些不是佛学，就学术哲学理论的名词，这是一个科学去求证的一个原理。上面等命等应的平等应法的，等于那个机器总开关、电脑的开关要总开关啊、在这里一按，经过就应法出来了，那个电力就出来了。但是他讲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非欲又在身以正身，又持定等无慧欢喜安乐所应，又在不是。所以我们打坐修定很难得真正得定，因为我们这个思想习惯情感生理还在欲在中，譬如肚子饿了就坐不下去了，食欲要吃，就这个欲望就来了，其他的欲还多得很，所以不了欲难了。所以我们出了家教外功苦，皈依佛两足真，皈依法离欲真，对不对啊？皈依僧是什么呢啊？就众中正，怎么叫众中正啊？大众里头，你对都对你崇拜信仰，
要做到这样，大众里头、人群里头对你社会上对你是崇拜的、信仰的，你就做到了这个身了。所以佛法是离欲，他说所以要想得到定的正改，非欲有改，心意正身，并不是大家平时念佛的人都想念到一生不乱，但是多少念佛的人有几个念到一生不乱？很少。原因什么呢？他一边念佛一边欲盖的心啊，欲盖的世俗的观一点都没有丢掉，此生清净不下来，不能转移。非欲有盖，生意正身，为有此定等无慧关系安乐所引。为什么？他说上面所讲四禅八定这一些，有此定等，有就是由来这个有，帖子上面出头啊。原因由于这些定的正盖，心中没有泥秽之身，心中没有泥秽之身啊，讲泥秽的心灵我们经常有的，哎，有时候像说密宗了啊，这个比较好啊，哎，说了几天密宗了，后悔了，哎呀，还是禅宗好，信心不够，啊，有时候想练气功了，功了半天又就不对了，又想要去找老公了，越来都在后悔中，泥秽，要无悔欢喜安乐所有生成，欲在不二，欲在里头不是这样，做不到的。非有在中，于法全无圣正观察，因为在欲在里头，我们普通一个人生的生活环境中啊，心正不能宁静，对于佛法不能真正的审正，审查的内心反转来审查自己，很严格很正确观察自己，做不到。欲盖众生，譬如我们这些大居士们很多啊，台湾朋友们都来，我在台湾就怕这个，我那一次讲经说法一看都是这些面孔，那个地方打起又是这一批面孔啊，有法必听，有课必上，有会必来，有功是用不上，他在欲盖中，好像很喜欢，可是证不到，因为这法在欲盖中，欲法全无圣正佛持啊，所以你看古王就不给你穿断，所以你们读就更困难了。现在这一本还好呢，还加了标点呢，了不起了，不加标点你连句子都读不下去。如果叫现在这样排法呢，圣正观察这一行就完了，重新要起头，佛持，佛持是古文哦。现在讲话上面是第一点，佛持，第二点，再来，啊，再几次。出证律中啊，说理生起，有证据次断去我法，为欲所引起，欲所引诱，不善所引起。不善所应忧，不善所应喜，还在这次告诉你，所以这个你看到佛经这些很难看，看翻起来，因为它太科学了，一条一条给你分析的太仔细了。如果你学会了这样，你写的文章，写科学的文章就会了。啊，写什么管理啊，什么哦，条理分得很清楚，很严密。啊，他说你处处在
定的正改出境了，说理生喜乐，对不对？刚才不是讲过吗？啊，理生喜乐，有证据时，如果真正到了理生喜乐，你的生心理等生理状态住持所谓定，我们普通叫得得定了，啊，在佛说住，等于一个人房子搬进来住在里头安定了。断去五法，自然生理习气的断了五种东西，那五种为欲所引起，欲望所引的喜爱生理清净了，不会起来。这个欲包括男女之欲的欲，饮食的欲啊，包括了要什么东西、要求什么等等的欲，这个生理清净了。那么引发生了一种无比的喜悦，东面来菩萨也笑口常开了。欲所引，欲所引的忧，忧愁的生理没有了，是讲欲所引哦。欲盖中间所有，比如说我明天想去买一个，电暖气放在我的房间里啊，把那个太冷了啊，这也是欲啦啊。虽然是正当的，也是欲啊，没有钱，还差20块，买不到，不晓得问他借好啥，欲所引的忧，心里的忧愁，啊，等等，不善的所引的喜，做坏事，行为不对的，哎，可是习惯很高兴，譬如抽烟啦，譬如喝酒啦，譬如做什么啦，很多很多。譬如吃麻雀品了，不善所引的喜，不善所引的忧，不善就是我的，不善所引的舍，舍是什么呢？在这里，不善法所引的舍，啊，这个难懂了，啊，只要你想想，这么不难。譬如我看这个东西。这个魔语是这位小米来福的啊，是他的。可是我真看上了，啊，真看上了。他也很爱他，我也很爱他。我知道他问他拿药来，他也不干。不问他要，我心里又丢不下来，啊。给老子最后没有办法，就一头了事。等他这个小米来不在的时候，不善所引起，我心理状态想透了，哎，不好，我舒服怎么可以透呢？虽然是个母鱼也不能透，哎，他走两步想想越可爱，管他呢，唰透就透了。这叫不善所引舍，切断，干了，上就上，怕个老贾，哎，就是这样，这种心理。所以跟你们讲佛学讲得非常好听，没有我表演的好。就是说，你每一组书、每一个东西要自己投进去，要深入进去，你才懂得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文字语言只能我只能表达到这样，所以佛在楞伽经告诉你，世界上的文字是任何不管英文中文什么文字不够用的，文字懂语言也不够用，文字不能代表人家的意思的，所以有时候你写信给我，我还看不懂，不是看不懂，你那个文章太高明了，我是看不懂。就是不高明，你也看不懂。你晓得我们人类讲话，文字是代表语言，语言是代表后面那个思想。我们的思想变成语言表达出来，大家听不懂啊！你我都是中国人，讲中国话，你听不懂。为什么？他们人
人与人之间意识没有办法沟通，这个语言文字不够用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假设连语言文字沟通得了，人中人之间没有误会了。可是人中人之间真要误会，你看我们讲话都困难，哎，好不好？哎哎，好不好？不是语言哦，高旷语言好不好？嘴巴还要裂开，眼睛要瞪一下，眉毛动一下，说哎哎，好不好？全身的力量用上去，对方才懂。所以语言文字是这样。所以语言，你以为嘴巴讲话是讲话，有时候不要嘴巴讲话了。所以我们在那里看看，你就晓得我叫你要来了。啊，有时候你就晓得这个是脖子，脖子，脖子哈。啊，不要了。所以语言文字这个道理很难。因此念咒佛经啊，尤其这个翻译，你要深深的投进去啊。这一段我也是带领你们，叫你们圈起来，重要，这一段蛮长的啊。翻过来零三七五啊，就是零三七四，将打坐修定啊，就是上面数下来这一页零三七四，一二三四，第五行佛词几次告诉你，一句定律等自将中两六有五盖，这个你们都学过的都知道。他说你们要修行修定，在定律当中有五种障碍，障碍不给他打破你就收不到啊。将正彼时能外障碍，他说你好好在打坐修定，快要到达那个定的正盖，这个魔障，我们所谓讲魔，魔真有个鬼吗？是自己心魔，这个魔障障碍就来了。何等威武呢？那五个魔鬼来呢？一贪欲盖，贪生来了，啊！甚至你们年轻人打坐坐得好好的，这两天修行非常好，哎，忽然那个贪欲盖来了，生理出问题了，老虎就下山了，给老子把他一点都没有办法。你心里是非常痛苦，才会啊，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哎，你他你以为不应该，他很应该的就来了，对不对？一定不错，哎，贪欲盖只好下这边问，这边我就不好意思问了，一定的，这边我也知道，这边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太大了，第一个障碍。第二嗔愧盖，哎，有时候用功用得好好的，突然那几天脾气非常大，无缘无故的会脾气来，而且呢想起来三十年五十年前的事情都想得起，跟老子气死人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气死人，哎，心里生理吸气业力的障碍来了，嗔愧盖，啊，快这样看，本来好好的同学，除了你还用功吗？平常呢还可以，是在度量还蛮大，彼此可以包容。除了到那几天了，恨不得他离开他，再不然你不走我走，啊，就是这样，嗔愧盖来。还有呢，第三种昏沉，一坐就睡觉。不坐还好，一坐就睡觉，等于我常讲的老年人跟你少年人年轻人有五种相反的，哎，老年人啊，像我们这些老头很讨厌的，人老了啊，因为我是老头所以可以讲了，你讲他的好话耳朵聋，
听不见，你一骂他，他就听到了。哎，第一。第二啊，现在你告诉他什么事，当下忘记了，年轻的事，五六岁、三岁都想得起来，而且跟你讲都是过去的事，不是现在的。两种。第三种啊，做到了就想睡觉，躺下就睡不着了。啊，第四种呢？笑起来就流眼泪，哭起来没有眼泪。嘿，你们记住哦，你们到了几十年以后都是如此。下面还多了，不多讲了，我们讲附赠啊。所以第三种啊，昏沉就来了。昏沉有很多种，那么别的正得了佛也讲很多两种。一种心理上的疲劳容易昏沉要睡觉，一种身体上的疲劳也睡觉，身体不健康就睡觉。尤其是打坐，平常精神蛮好，是真的一打起坐来想用功，就来了。所以你看你们别的禅堂里不在乎，在我家是在禅堂里，你这个就逃不过我的眼睛了。有些坐在那里看到好好的事情在睡觉昏沉啊，不昏沉吃了昏沉的钙很难，尤其睡眠。譬如有些人你睡眠睡惯了六个钟头，你睡五个半钟头起来打坐，一天都昏沉的，就是吸气。睡眠是个习惯了，并不是必然的啊，昏沉很多。所以昏沉睡眠盖把你障碍住了，对不拉定。还第四种呢，调举五浊盖，不是五浊盖哦，这个字是叫五浊，在台湾讲国语啊，是第二声，是不是啊？悟，但是啊，从哪里啊？你讲的，你们上去写下来。大陆现在是怎么样、用第几声啊？悟，可悟的悟，这个我字读的悟。啊，你们怎么评量？一样的，两边一样的啊、哦。我有两样的，挑住悟。挑句五浊盖，怎么叫挑句？心不是散乱，可是不能清净。虽然坐在这里啊，哎，你没有去想他，他自己出来了。等于有一本书叫《笑禅罗》，你们没有看过，讲用功的笑话，也是真话。有个老先生喜欢说打这个说禅，天天在家里用功打坐啊。这个太太就反对，老太太，可是这老公要打坐他也没办法了，太太反对不了，干脆自己也跟到丈夫啊盘坐打坐。坐了两三天以后告诉丈夫，怪不得你要学佛打坐，打坐真好，真的。他丈夫说：“怎么你也学了打坐了啊？”太太，他说：“你怎么晓得好处？”哎呀，我也做起来啊！十五年前，隔壁某人欠我十块钱，都忘了。哈，一打坐出来了。打坐有这个好处，他调举，真的。所以你修行越好，从前的那个习气啊，老账都会翻出来，老毛病会出来。它不是你想出来散乱，它是调出来的。那悟住盖，悟住就是讨，我们现在的话是什么呢？悟住讨厌啊，有时候自己
我们人生活得很讨厌的，有时候自己对自己蛮讨厌的，有没有？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啊，自己对自己讨厌过没有？有啊，哎，那你好像跟我一样，都是一个人啊，有时候就会如此，啊，跳之舞者，这五种五盖。第五呢，你盖。自己信心不够，又怀疑，所以有些人做功夫修复，即使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没有个正盖，因为自己认不清楚不够啊，又不行了。所以这五种盖障碍，下面给你分析了，什么什么，你看，诸佛菩萨非常慈悲，